嗨，大家好，我是 Vivian， 每天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动态和深度解读，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AI 热点吧。 Perplexity 即将向 Windows 用户推出其人工智能驱动的 Comet 浏览器，这款采用代理搜索技术的浏览器目前已接受部分用户的测试。 Perplexity 首席执行官暗示Android 版本可能也即将推出。 Comet 浏览器拥有人工智能功能，例如回答问题和查找折扣，它还具备生成用户穿衣图像的功能。 Perplexity 家的 AI 浏览器 Comet 居然把 Windows 用户也给收编了，这个消息一出，整个科技圈都炸锅了。毕竟这可是2025年AI 浏览器大战里的关键一步，我给大家扒一扒这里面的门道，绝对比看科幻片还刺激。一， Comet 到底是个啥？简单来说， Comet 就是个能干活的浏览器。以前咱们用浏览器都是自己输入网址找信息，像个任劳任怨的工具人，但 Comet 不一样，它直接把 AI 助手塞进了浏览器里，让浏览器变成了你的私人助理。比如说，你在看一篇文章，直接在地址栏或者侧边栏问它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啥，它马上就能给你总结出来，连跨标签页的内容都能整合，比你自己读得还快。最绝的是它的代理浏览功能，啥意思呢？就是你可以让 AI 自己操作浏览器，帮你打开或关闭标签页，自动比价，甚至还能回复 X 原来的 Twitter 私信。比如你在逛电商网站，它能自动扫描购物车里的商品，看看有没有隐藏折扣。你要是有未读邮件，它还能提醒你，简直比秘书还贴心。二， Windows 版上线，安卓版也在路上。这次 Windows 版的推出可是 Perplexity 的一记狠招。要知道 Windows 用户可是占了全球 PC 市场的大头，这波操作直接把 Comet 的用户基数给拉上来了。而且 CEO Aravind Srinivas 还在 X 上透露，安卓版的开发进度快到飞起，比原定计划还超前，估计离正式上线也不远了。不过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 Perplexity 为啥这么急着扩张？其实这背后是一场入口争夺战，浏览器作为用户上网的第一站，谁掌握了浏览器，谁就掌握了用户的数据和行为习惯。 Perplexity 想通过 Comet 把自己打造成 AI 代理的入口，让用户在购物、办公、社交时都离不开它，从而形成一个数据闭环。三，和其他 AI 浏览器比， Comet 凭啥赢？现在市面上的 AI 浏览器可不少，像微软的 Edge、 Copilot、 Opera 的 Neon、 The Browser、 Code、 Dia 等等，但 Comet 有几个必杀技。一，场景化 AI 功能，比如视窗功能，你上传一张照片就能看到自己穿上不同衣服的虚拟效果，这可比传统浏览器的图片搜索实用多了。实测用户反馈，这个功能对电商购物帮助很大，能减少退货率。二，代理执行能力， Comet 的 AI 能跨平台执行任务，比如直接在浏览器里操作 X、 Gmail 等应用，这是 Edge Copilot 做不到的。职场人士用它同时分析五个行业报告标签，效率直接提升 30%。 三，隐私控制，虽然之前因为跨应用数据收集被骂上热搜，但 Comet 现在推出了隐私模式，默认关闭数据追踪，用户还能选择把数据存在本地而不是云端。不过这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 AI 功能依赖数据，关闭追踪后体验会不会打折扣，这就得看 Perplexity 怎么平衡了。四，争议不断，隐私和信任危机。
说到隐私， Perplexity 可真是踩了雷。今年四月， CEO Aravind Srinivas 在播客里说， Comet 会收集用户在应用外的所有行为数据，包括购物记录、浏览内容等，用来精准投放广告。这一下子就炸了锅，用户纷纷质疑，这和谷歌有啥区别？虽然 Perplexity 后来澄清说，用户可以选择不参与个性化，但信任危机已经埋下了。更麻烦的是， Perplexity 还被爆出过技术违规问题，比如忽视 Robots Text 文件，偷偷抓取网站内容，聊天机器人在没有访问原文的情况下编造事实生成摘要。这些问题不仅引发了法律风险，还让用户对 AI 的可信度产生了怀疑。不过 Perplexity 也在努力补救，除了推出隐私模式，还和摩托罗拉、三星等手机厂商合作，预装 Comet 浏览器，试图通过硬件生态来挽回口碑。但效果如何，还得看用户买不买账。五、行业影响。浏览器之战 2.0， Comet 的出现标志着浏览器之战从速度和兼容性转向了 AI 能力生态，这让我想起了1990年代的浏览器大战。当时网景和微软为了争夺市场打得头破血流，现在历史似乎在重演，只不过主角换成了 AI。 对巨头们来说， Comet 的威胁可不小。谷歌 Chrome 虽然还没深度整合 Gemini， 但2025年 Q3 可能会推出 AI 侧边栏。微软 Edge 依赖 Copilot 和 Office 生态，但 Comet 的跨平台任务执行能力直接切中了它的软肋。更不用说腾讯 QQ 浏览器也推出了 QBot，用双模型和社交生态来抢占市场。六、用户怎么看？实测反馈来了。从早期测试用户的反馈来看， Comet 的优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标签管理效率高，视窗功能实用，缺点则是 AI 自主操作可能会误判，比如自动关闭不该关的标签页。 Reddit 上有用户吐槽，有一次我让他帮我找未读邮件，结果他把我的草稿箱给清空了。不过也有用户觉得香，比如职场人士用它同时处理多个任务，节省了不少时间。电商卖家则用视窗功能来展示商品，转化率提升了 28%。 只能说 Comet 是个双刃剑，用好了能飞上天，用不好可能会坑自己。七、未来展望。 Comet 能成为下一个 Chrome 吗？说实话， Comet 的野心很大，但挑战也不小。首先，隐私问题不解决，很难赢得大众市场的信任。其次，虽然它用了 Chromium 内核，但长期来看还是得有自己的技术壁垒，比如自研渲染引擎，否则很容易被替代。不过Perplexity 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和电商平台的深度合作。 Shopify 已经接入了 Comet 的试穿功能，用户可以直接在商品页面试穿，这对转化率的提升可不是一星半点。另外， Comet 的 AI 视频生成功能支持8秒带声音的视频创作，这在社交媒体营销上也有很大潜力。总的来说，Comet 的破局点在于场景化 AI 和代理执行能力，而隐忧则是隐私和技术壁垒。如果 Perplexity 能在2025年 Q3 按时推出安卓版，并且解决好隐私问题，说不定真能在浏览器之战中杀出一条血路。至于它能不能成为下一个 Chrome， 咱们就拭目以待吧。人工智能和 Web3 正在改变我们在亚马逊和 QVC 等平台上的购物方式。 Edge Video AI 将视频变成互动商店， AI 将产品与屏幕上的内容进行匹配， Web3 添加了游戏，并向用户奖励代币以获得折扣，这使得购物更具吸引力，回报也更丰厚。
先问个扎心的事儿，刷剧时看到女主的衣服、男主的手表，是不是瞬间燃起购物欲，却被找同款太麻烦浇灭热情。现在好了， AI 和 Web3 直接把购物嵌进你看视频的每一秒，边看边买，虚拟试穿甚至能决定品牌卖啥，购物体验像坐了火箭，连剁手都变得更丝滑了。一， AI 给视频装了购物脑，看剧等于逛街，点一下就下单。先聊聊亚马逊的 Age Video AI， AI 这玩意儿简直是购物外挂。想象一下，看直播时主播带的理查德米勒刚露脸，屏幕直接弹出商品卡片，价格、型号、搭配表带全列好，点一下就跳转下单，连退出直播都省了。刷到海滩度假片段，防晒霜、泳衣、海导游套餐刷的冒出来，专挑你看的入神时推，精准得像装了摄像头在你脑子里。试口红不用真往嘴上抹，打开摄像头 AI 直接把色号披你脸上。试衣服更绝， 3D 模型跟着你动，连布料褶皱都模拟得清清楚楚。内部测试显示，这功能让转化率涨了 25%， 就连会员服务都被 AI 改造了。亚马逊 Prime 不再是买完躺平， AI 会盯着你的浏览记录、复购周期搞事情。你总买咖啡，它提前提醒续购，发现你爱露营，直接推送户外会员折扣。说白了， AI 把订阅变成了私人管家，连花钱都帮你规划好了。二， Web3 玩出信任魔法，区块链查假货， NFT 让购物变投资。如果说 AI 解决了怎么买， Web3 则盯着敢不敢买和买了算谁的使劲儿。区块链溯源，买奢侈品怕踩雷，现在扫码就能查祖宗三代，哪国生产谁运输，进过哪个仓库，全在链上记着，改都改不了。美妆圈已经先用起来了，假货无所遁形， NFT 搞事情，买限量款不止拿实物，还能领数字收藏证书 NFT， 比如买块理查德米勒 NFT， 转手卖的时候链上记录比发票还管用。更绝的是，有些品牌直接卖虚拟衣服 NFT， 买了既能在元宇宙穿，还能定制实体版，购物直接变投资，用户当家做主，以前品牌卖啥你买啥。现在通过 Web3 的DAO 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用户能投票决定直播间推啥，新品设计成啥样，甚至质押代币当虚拟导购，优先是新品定制服务，相当于拿着股份当上帝，体验直接拉满。三，亚马逊和 QVC 的玩法 battle， 技术流 VS 互动派，同样搞 AI 加 Web3， 亚马逊和 QVC 路子完全不同。亚马逊走技术流，把 Edge AI 当核心武器，直播里直接点一下就买，连停顿都不让你有，还偷偷试点 NFT 认证，给高端货贴数字身份证，摆明了要让奢侈品也能链上保真。 QVC 玩互动牌，把传统电视购物改造成互动直播网，用户发弹幕投票决定下一个卖啥，主播根据投票现改讲解内容，向现场摆摊儿。更狠的是 Web3 会员体系，质押代币就能当 VIP 导购，优先参与新品测试，把观众从看客变成股东，粘性直接拉爆。四，好处一堆，但这些隐患得警惕。虽说 AI 和 Web3 把购物体验整得飞起，但问题也不少，怕把体验完成骚扰。看剧时，海滩镜头刚出现，旅游广告就蹦出来，女主换件衣服，购物链接跟着跳，再贴心的推荐，看久了也烦，防过度商业毁了沉浸感。以前看 Emily in Paris 是为了看女主谈恋爱逛巴黎，现在满脑子都是她的外套哪儿买的，本来是逃避现实，结果变成购物刷题，体验感直接崩了。最后说句大实话，技术的核心是
把用户当人。 AI 和 Web3 最狠的地方不是让你更方便剁手，而是重新定义品牌和用户咋相处。 AI 让品牌更懂你，但得防着太懂你，别把看剧变成强制购物。 Web3 让用户更有权利，但得玩得明白，别让投票 NFT 变成噱头。亚马逊和 QVC 的折腾其实在证明一件事，技术落地得解决真需求，要么帮你省时间边看边买，要么给你新鲜感 NFT 收藏，要么让你有参与感投票决定卖啥。要是光堆技术没解决实际痛点，早晚得凉。对咱消费者来说，只要别把看剧变成强制购物考试，多些贴心少些骚扰，这波技术红利咱还是乐意接住的。如果您对人工智能充满好奇，想要及时了解这个正在重塑我们生活的科技领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